到 Asian Music Girls 这个东西，它是为年轻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，让他们可以实现到他们想要当平面模特。先加油！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全部在后台就是非常非常紧张啦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就看到其他的嘉宾非常非常的紧张，然后呢，我在我心里面呢就是有偷偷的暗爽了一下，这次终于轮到你们了。我觉得今年比赛的那个才艺表演都很多种不一样、不同类型的表演，所以看到就觉得哇，他们都好强哎，而且很用心在准备这个表演。我们的 top ten 的人选都好强，然后 top ten 呢真的是实至名归，棒棒哒。